奇克南乐团。奇克南，奇克南首张专辑《自由意志》。自由意志，自由意志。大家好，我是 HQ 的谢老板。当初奇克南乐团有帮我们制作一首 HQ 的对歌《Say My Name》，这《Say My Name》它就叫《Say My Name》，没错，就是《Say My Name》。那奇克南乐团呢，我们要恭喜一下，终于要发出自己乐团的第一卷专辑。那他的专辑名称叫做《自由意志》，意志没错，意志啊，自由意志，自由意志，自由意志。这个专辑的名称叫《自由意志》。那《Say My Name》呢，也会收录在这一卷专辑的第七首，它是用英文歌的方式来表现。那也恭喜奇克南乐团终于发出自己的第一卷 CD 啦！地下乐团经营也不容易，那大家一定要支持奇克南乐团，恭喜恭喜恭喜！大家好，我们是薛王国。奇克南在11月1日即将发行新的专辑《自由意志》，然后表演会在11月14日高雄百乐门，11月27日台北派，11月28日台中他大。详情请上奇克南 Facebook 专页搜寻。3、2、1，都是秋娱乐乐团。我是小秋，我是阿乐，我是糖糖，我是高邦，我是星星。我们跟奇克南认识有1-2年的时间，跟鼓手伟成也是多年的好朋友。首先，我们先这边祝福他们发了第一张首张专辑，叫《自由意志》。接下来他们举办了北中南的巡回表演，11月14日。11月14日是那个高雄百乐门。11月27日，11月27日是台北派吧。11月28日台中方舟。谢谢。我们跟其他认识就是秋雨乐乐团第一次全团到这个春天呐喊表演，那时候吉他手唐唐一直跟我们讲说，他有一个乐团朋友认识很久，心里就我啦，我心里想说干嘛唐唐的朋友一定很有趣的。就到现场之后。对，就看到发现，哇、wow. ，其实真的很专业，很厉害的，很厉害的音乐就对了。然后一直到他们成为《神雕侠侣》之后，对，我们也有幸在他的演唱会演出，然后感受到他们的热情，现在很开心。Yeah. 终于发了第一张专辑了。身为他们的经纪人阿乐，经纪人阿乐，阿乐的任务就是让你们把你们的表演塞爆。好，那我们要吹票，对，就是记得要去买票，让没错，耶、yeah ，自由意志。就高邦专心并没有讲话。在制作这张唱片的时候，我觉得可以发现很多台湾独立乐团的企图心跟想要往外走的那种决心。当然还是有很多需要加强的地方，但是觉得他们已经在这张专辑做得很好了，所以大家多多支持奇克南这张《自由意志》。